刚刚我们是删除这个 Google 相簿里面共享相簿的里面其中一张照片，我可以点进去之后按右下角右上角三个点点，然后选从相簿中移除，对不对？ OK， 好，进到共享相簿，点一张照片起来，三个点点，从相簿中移除啊，就可以移除掉不是要放在共享相簿的照片。那如果整个相簿我都想要移掉了，就是也许说大家都已经下载完了，我这个共享相簿可以不要了，我想把这个共享相簿删掉。 OK， 那也不放心，共享相簿删掉都不会影响所有人的照片，只是这个相簿以后不会有这个名称的相簿在而已。好，那假设这个冷水坑相簿我不要了，你不要点入任何一张照片哦，不要点入，你只要点入共享相簿当中右上角的三个点点，删除相簿就可以了。然后呢，删除相簿后你和其他有权存取的人都无法加以复原，是无法复原这个相簿了，但是你的相片和影片仍会保留在你的相片库中，可以吗？好，所以可以放心，所以我就是删除，那这个冷水坑这个相簿就没有了，所以就找不到连接。 OK。